太棒，这种感觉太爽了。对，我会更加努力给大家带去快乐。是，好，我们还是常脸的老话，掌声不用多，只要一点点呢。那今天呢，在一开始我们还是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把我们今天的两位明星嘉宾先请到舞台上介绍给大家。好，那第一位呢，哇，这一位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哎呦啊，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央视八套现在播一个电视剧古装呢叫做神话，在里面呢演一个很可爱的女生，是古装的扮相叫素素，而且呢她还唱了这个其中的这个插曲，很漂亮的女生，我们有请金莎闪亮登场。哇，好美哟、哦！哇，漂亮！好，这样啊，金莎已经出场了，我们先不让她跟大家马上打招呼，因为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登场。等一起登场之后，我们再让他们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第二位嘉宾是谁？快告诉我！来，给秘密。啊！哎呀，第二位那个这个歌呢，大家相信都是耳熟能详了。哎呀，脸脸好像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知道了，刚才在后台咱们已经磨合了两天了，对不对？对。你像那个就是比如说他的歌《情人》呢，还有那个贼火爆的《外套脱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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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站起来！脱谁脱呢？还鼓掌呢？我就说这个歌的意思，咱东北这么冷，你脱你划得来划不来？杜德伟先生，掌声有请。来来来来，哇，好帅呀、啊，杜大人！欢迎杜明和杜德伟先生。欢迎，哎呀，我跟你说呀，其实杜德伟先生，我在你没上台之前，嗯，我是特别的自信。你上台之后呢？我哭的心都有。来，再次展示我们东北人的热情，欢迎两位。哎，好，两位都想跟我们大家见面了，还是让两位用一个特殊的方式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好，你先来。我先来啊。谦让的。各位老少爷们们。晚上好，老少爷们们晚上好。金莎，各位电视机前的阿姨们，大家好。大家好，小嘴好甜呢。阿姨出门。谁？还加一个谁？阿姨出门。阿姨。阿姨好，阿姨不也好？大舅，大舅们也挺好。大舅们也挺好，都挺好。两位明星来到我们现场是来学习我们东北人的感受，这门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对对对。那接下来让我们更加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转星、嗯、首先有请张小飞。有请。兴奋呢？这不哎呀！改了！我们已经别心情了，你看着没？张晓光先生，2010年人气张小飞，张小飞，他更兴奋了，张小飞先生，重新介绍啊！张小飞先生在2010年人气更加的火爆，不信你看我的手，这一二三，走！你看吧，了不得人气，是谢谢。飞老三。今天好，明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好，给你掌声好不好？好。飞哥不但人气旺，而且我听说飞哥好像升官了。升官有这么回事吗？采了王传喜讯。怎么回事？龙川山庄艺术团的总监。吓我一跳啊！总监的职位升了，我寻思这不猫不狗的，怎么还升了呢？职位升了，对，龙泉山庄刘老根当中的一大山庄，对不对？对，现在您当艺术总监了，这不听说明星转起来了，来了明星了吗？对呀、啊，我
我寻思哈，把他们请到我山庄去做客啊，那还有二人转，啥都有，哎呀，各种搞笑的哈，你特别是你老欢迎你的。肯定不行，因为还有一位转星马上登场，两个人上来之后看一看你们人气怎么样再说。还有的，还有一位，有请我们的二人转转星刘晓光，掌声有请。2010年了，我们的刘晓光先生，我的天哪！怎么了？哎、什么？我问一下那、来那客人呢？这颜色搭配的。客人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吗？哎呀！哎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我准备给你通报。习惯了，这是习惯了。别拥抱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下，以前说什么，能不能稳当点？不是，稳当。我让我说句话，老妹儿，我问一下，你穿那衣服是不是白的？整个一个跑过来一个色盲，好吗？那不是，那是黑的。就是我跟你说，你今年最大一个变化，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我今天才知道，以前是戴帽子，对呀、啊，也是穿小红袜子、啊，但是今天这个帽子有所不同。什么不同？你看那小帽，你是不是把我吃面的碗扣上了？我还以为新年到了，光哥开始装灯了，招帽在头上。这套是钓鱼用的啊！这不要，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刘晓光，欢迎。啊。怎么说呢？象牙山呢啊，发展的非常不错。我现在身份地位啥的都不一样了。是啊，因为啥呢？我现在在象牙山那嘎属于是稳住，舞蹈之类的属于是街舞教授。街舞教授呀！哎呦我天！天哪，那今天真是我们文艺圈聚全了。谁要了？街舞教授，那是这么的。这个你看啊，咱们明星也上来了，对，转星也上来了，对。你赶紧把那个明星请上来怎么样？哎，别！我新招来俩，我们再来看看。别着急，连连、啊，明星也在，对不对？对。咱明星不着急上。因为我们先得让我们的明星嘉宾先来感受一下我们二人转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然后才能挑选他们的搭档，对不对？先有请我们两位转星、哎、为我们两位明星展示一下这个二人转的火爆劲儿、嗯、热情劲儿，对对对对对，好好，来这样。哎呀哎呀，太佩服你、哎、好，太有点、哦、那两位给我们带来点什么？那现在是明星转起来、啊、二人转，那我们就俩就唱一段二人转呢。好啊，二人转。我把家伙事求你，别着急，我去给你求去。这还抢着了，我跟他我都上火呀，这俩就这样你说出门也搭在一起呀、啊，你话不但不会说了，道也不会走了，你看。这话都不一样。哎呀，你们太厉害了！我今年我属虎，我本命年。啊，本命年。动物园嘛，是不是都是假虎？他是真虎啊！哎呀，属虎年了，哪年都属虎的。哎呦，属虎年了。不是、啊。来个二人转前面、嗯、那个两位嘉宾啊，见笑了，咱们让你看看咱们东北二人转的魅力啊。嗯，同时送给是这个意思啊，感谢您的啊，到我们山庄去做客啊。哈，二位老师，在那个二位老师唱之前我想说一句话。你说什么？陈密，你跑那边干什么去？你去山庄，滚。我不想理你啊。我过去。来，就完。你是不是答应光哥了？往这里，我帮你。好，那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两位转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二人转小帽展示。
小猫当中，跟两位介绍一下这个小猫单人转里面很经典，叫绣花灯。那刚才两位呢，无论是身段啊、眼神啊、面部、唱腔展示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没错。想让两位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金沙和杜德伟，你感觉他们这一段小猫演完以后你感觉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从很小就开始很努力的练习，到现在才有这种境界跟造型。哎呦，这是你对暗传的第一印象是吧？对。那这样来问一下莎莎宝贝，问一下金沙小姐。我觉得二人转对我来说，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这一票了。我觉得我小时候的话怎么也舍不得，然后回了家之后嘛，怎么也忘不掉。怎么忘不掉？你是中毒了吧？不是，中了二人转的毒了。我感觉怎么也忘不掉。是什么样子？得证实一下。对，第一次学的小帽是什么？还记得吗？我因为刚刚学了新的，旧的有点，但是我就记得。你们可以提醒我一句吗？想不起你学的那小猫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在耳朵旁边绕的这几句，对，绕了一个月，真的，因为绕进我的耳朵里了。那杜大哥，这会让你切身的感受一下二人转的魅力，可能马上让你们学呢，还是有点生疏，给你们一个过渡，让我们的脸脸和秘密先给大家来一段看看好不好？然后再让杜大哥和我们的大家来体验一下，来。放心，我绝对不会咬他的啊！这样，其实秘密，咱们这个来远道来的客人，咱们先打个头阵，给他们做个样，好不好？打个样。好，这也是给你的。你看，谁帮我唱啊？哈巴脸，长脸和圆脸的待遇还不一样人哎。因为这脸庞受老的歧视啊！来，准备啊！什么叫受老的歧视了呢？都使手绢啊！好，我拿扇子吧。好，准备，好嘞，绣花灯，走着，来。哎呦我的天哪！我感觉是，对，像哪儿放假，我俩出来了。不是你知道吗？你难为坏了我们的摄像老师，不到根本就找不到你们俩在哪里。那这样，我再给摄像老师一个机会，来给我个特写，重新补回来，好不好？好了，其实我们让两位来展示一下二人转，是告诉你们什么人都可以来学，所以不要有负担，不要有负担。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杜大哥和金沙。谢谢。稳住！哎，没有。那个取景一块啊，取景一块，取景收钱。来，准备啊！来，看看两位的绣花灯，我们按照转心帮着伴唱，好不好？好。来，我穿衣服的关系，我只能跳的比较矜持啊。